啥子不要动不动手的就耳朵好不好？快点，我背就走。干嘛背嘛了嘛？别慌，还坐那儿呢，弄灯儿。你这敢吵啥子哦？不弄你了，那就弄得臭脚皮。别我错了，我要吃腊肉的。你吃腊肉，腊肉吃的吃完了，啥子哪得还有腊肉吃嘛？我还要吃，还要弄点肉嘞。你在整过来了？你弄哪儿去嘛？我把它丢在那边树干头头。不要的耍了，你怎么没得啥本事的？我懒得干的，你惹祸了。你是不是钻牛耳朵了嘛你？你啥子不要动不动手的就耳朵好不好？有话好说。你这喝的干的没得意义，你晓得不？丢在那树干头头就是废的。要干有意义的喝喽，没啥子废气的。没得废气，那个过来了就是废的了。你要干你自己干，你想干喝喽你自己干。你赶紧走，你今天。反正我都喝了多得很，无边。你喝了多得很，你把我。那些都没看完，你给我自己看嘛。柱子那些慢慢再看。你自己慢慢扔。扔过去，我站到。你干啥子啊你？干了。喊你干活了。哎呀，我手痛，我干不得，你看嘛。你手痛你就干不得了，手痛。还得流血。你给我背噻，那么你？那我每个月都还有几天不舒服的，我都还干活了的。你在那算啥子嘛？你背不得了你。走，那我背就走。哎呀，那么背嘛了嘛？别慌，还坐那儿呢，弄灯儿。够了，你把我当成猪一样，我背不起。背不起我一抬。哦，你了，你把它按到锅顶喽。男子把他的背弄点儿，吃肉来吃大坨点的。不烧了，弄高一杯。哦，还要干哈儿，背不起喽。哦，可背不起喽。我背不起。我的手痛，你别那个心痛点儿我呀。手痛你就不背哈，有啥子嘛？有没喊你丢？我手痛干不得活喽。背得慌的，我慢着丢。哎呀，你做媳妇儿不得了，我手痛还要喊我干活。哎呀，一弄搞一个，你还该多背点的。我说背到背点，背到大点好不好？啊？那帮我换嘛，我帮你背轻点嘛。干活来，老子轻了我呀，没有可能干。啊，你是男子了嘛，力气大点了嘛。力气大点又不是打架，力气大点。哎呀，背的。哎，我是牵你一下，哎呀。背的都脱表了。哎，我牵你一下。哎呀！好像你光是麻着我啊！哎呀！我把那肩膀都拉光了。刚才叫我那耳朵捏，给我留点尊严噻，还没面子的哦。他耳朵太有福，晓得不？走了，放开头。在挨着我就走噻。嘛，就那方我就管嘛，反正都要弄。哎，我发现好像扯耳朵是你女人的专利了，嘎，碰了就扯。哈，不扯你扯哪个了？那我男人要从弯，我男人要铲耳屎啊。是怕嘞，太有福气，你晓得不嘛？哦，意思每天都扯扯个。哦。我还要感谢你个，那是扯的好才有福气，没扯的还没福气的个。还不是啥子？我没听到瘦过。我都手指门整伤了噻，到时候我吃饭要喊你喂我哈。要得。就说你我连菜都粘不起。到好多点喽。把这味道得嘛。够了。够了。这茶子打扫干净了，都开脏了，不该管你。我是不是弄多很多？一元鸡我就弄完了。我绝食的，还是摘活了的，是吧？肯定摘活噻，你要管少数没有，长得快的嘛。我就背起了哟，要背嘛。哎，好恼火！哎呀，好恼火！哎呀，
你还累了，我一直宾馆没喊对啊，你背背你就喊对了。快过来，叫我真的回去了，天都黑起来了。不累呀。走，俺公交车量把好得很的。肯定走得快点噻。你收了车。走岔子口，我听那时候只有拿来嗡岔子，嗡其他要不得。他这个凶得很。走了，弄去喽。我们这茶子还是成婚的喝的比较好，啥子给它弄去了又回去了，明天子开了春就涨了。老张，你该去了？哦，没爬完的嘛？要爬完了就你等了，我具体才会甩得了嘛，慢慢都爬上来。还不对不到哦。哦。那我来帮他弄会儿。这个弄完了来就我爬。我爬嘛，慢慢都有爬呀。这是红的嘛？这是红的。红的嘛，按爬的还得行噻。新链条啊，有点凶了，很难搞链条。在花里你个，花呢？妈妈这堆多一点了嘞。哎，干的这旁边点湿的好花的。你见到了吗？高清的。我们这就是正菜哥，烧都烧不完。这个本来到时候乱烧，你从头可以煮好一顿饭了。但是买那个大火柴的，人还要去整点大火柴。